好，不过接下来这个魅力呢，却可能暂时看不到了。在强震过后，太鲁阁国家公园内油气服务据点跟各步道，原先说会公告要封闭到4月7号，但是昨天官方却紧急发出公告，表示因为公路现在还没有整修开通，再加上余震不断的发生，因此修复期程在目前是没有办法预估的。回顾25年前，当时921大地震，其实当年太鲁阁是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才修复完成，因此国家公园署在目前也以半年内来作为修复的目标，持续封闭步道还有风景区。不过这么一来，也将重创太鲁阁的观光。强震过后，山区大小落石不断，太鲁阁国家公园美丽风景不在，步道被土石堆淹没。工程单位急忙抢通，而太鲁阁国家公园内油气服务据点与各步道原先公告封闭至4月7号，但6号官方紧急公告，因为公路尚未整修开通，余震不断，修复期程目前无法预估，太鲁阁国家公园只能持续封闭，不让游客前往。但重建修复漫漫长路，未来半年若没有游客，将重创太鲁阁观光。步道设施建筑受损面积相当的严重。那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会尽快会同工程专业的技师相关人员进去勘灾。所有旅馆工会的会员，大家呢是支持的哦。如果政府认为里面的环境还是需要做一个检修，那当然也希望等到整体都已经确认安全没有问题，那再欢迎大家随时回到花莲来玩。国家公园署表示，目前要等到救灾到一段落，再由专业技师会勘查看灾损情况，目标半年内恢复开园。未来几天还是会下雨，地表被震松了以后呢，都在下雨的状况，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落石会下来。我们的状况没有921那么严重了啊，所以可能会短一点。而地震造成死伤，大部分伤亡者都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内遭落石砸中。摊开地图，包含知名风景区、小追路步道、沙卡荡步道、台八线及台14甲线公路，规模7.2强震后多处落石。有学者建议，可在风景区内设置避难所。比如说以这次来讲，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有落石非常严重的地区，有些可能是比较这个零星的，甚至有一些可能稍微的，它没有什么落实的地方，那这些呢就可以作为规划，万一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避难的这个场所。另外也有学者提出设置预警系统，但其他地质学家认为有难度。很难啦、啊，很难、啊。第一个通讯的问题啦，第二个地震如果信号可以收到，那个就是气象署。那溪水暴涨，那个是很难预防的。就怕强震后部分河道受阻，未来抢通后山区溪水瞬间冲刷，导致下游暴涨。专家建议，目前应采用空拍机监测山区情况，加速重建进度。记者陈玉、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